来了，来，给我，姐啊，过来，给，什么呀？给你临时住的房子的钥匙，我一个朋友的，他空着，反正也不住，你就暂时先去住，等他要了呢，你再搬。那多少钱一个月啊？不要钱，白住。喂，你最近搞什么名堂啊？什么人这么帮你啊？啊，借钱也白借，房子也白住，还给我介绍工作。就是工作上的朋友，他们业务上求助于我们公司，就巴结我。怎么都巴结成这样了？现在不都这样吗？那你到时候跟人家业务做不成，那这么大的人情你怎么还啊？你放心啊，我这个属于业务上面熟悉以后呢产生的私人感情，不会影响工作的。那是男的女的啊？男的，一个男的，对你这么用心，这么巴结你，肯定没安好心。这房子我不能住。姐，那你说有这么一个男的啊，对我这种又没有能力又不漂亮的女孩动心了，那我是不是应该马上迅速的装晕倒，扑倒在他怀里啊？否则过了这个村就没这店嘞。喂，你胡说八道什么呀？你以后让小贝知道了，有你好看的。那小贝又是我什么人呢？我又没跟他结婚，我有必要对他负责吗？你现在怎么这样？脑子里想什么呢？这马上就要结婚的人了，啊？要好好过日子，听见没有？结婚又怎么样？那不就是自掘坟墓再埋葬爱情啊？是你说的呀。那爱情和房子相比呢？你觉得房子更重要？房子可以装你的身体。那我那是气话，你怎么就听进去了呢？我警告你啊，别玩火自焚，跟人赶紧把关系断了。一个人一辈子能找一个相爱的人多不容易啊，你要珍惜小贝。那你还珍惜跟素纯的感情吗？你觉得现在的生活是你想要的吗？郭海藻，你在拿我的矛抽我的盾，我辩不过你。我也知道现实是现实，行，我不跟你说这么多，好吧？你只要告诉我，你打算跟这个人混多久，还有，以后你怎么跟小贝相处？我都跟你说了，我跟他，我们就是普通朋友，小贝依旧是我的最爱，而且他也不会知道的。不会知道什么？你就作吧你，赶紧跟人把关系断了，听见没有？我才不希望你被什么临时一套房子给牵制住。他不会牵制我的，我已经是成人了，我会处理我自己的事情啊。我跟你说，这个房子地段很好，离你那个老外学生也很近。少拿这个诱惑，先把关系断了。我真的警告你，你让小贝知道了，看你以后怎么办，真的有你好看的。你就让我为你做点事情吧，啊！况且这也不是你想的那样的，我以后再慢慢的跟你解释。你不就住半年吗？好，那等你新房子下来了，马上就搬。什么不就半年？半年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。那万一的姐，我也没有什么别的能力了，我能为你做的就只有这些了。把钥匙收好。Thank you.
信啊。我说老黄，这房子没有500万拿不下来。呵，厨房够大的。嗯。哎，这么大的冰箱哎。这房子是好。拿了衣服就过来住了。喝。干嘛呢？跟做贼似的。来试试试试。试试。挺软的。哎，我说，你不觉得最近海藻有问题啊？你真打算搬过来住啊？可我觉得自己租房子心里头踏实啊。我已经问过他了，他的事儿啊，我管不了了。他也不是小孩子了，现在说起话来呢，是一套又一套的，比我还有主意。最近海藻可是能力通天，肯定有问题。哎，你钱都拿人家的了，房子住两天又害怕了？这房子这事儿我是这么想的，反正又不是住一辈子，等过完春节咱们找到合适的就搬。而且海藻吧，他把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，我要不领他这个情，实在说不过去。另外，我还有一个想法，我想过年的时候，把爸爸妈妈和然然接过来住两天。啊？啊什么？你这辈子买得起这么好的房子给他们住吗？住两天算两天吧。我说老婆，这可是人家的房子，一下住这么多人，再说然然又是调皮捣蛋、容易惹祸的年龄。万一要把人什么东西弄坏了，拿什么赔人家？哎，你不会小心看着一点啊？你不也看了吗？那外边那么大的游泳池，还是温水的，还有什么图书馆啊、游乐场，他肯定在家待不住，就住到春节。过完年咱们就搬。啊。海藻在过一段非正常的生活，用一本书的名字可以概括，一半是海水，一半是火焰。宋思明变幻莫测，真的像海水那样，时而平静祥和，时而波澜壮阔。他会很久不来一个电话，让海藻猜测他已经将自己遗忘，过往的鱼水欢愉不过是过眼云烟，又会突然缠绵悱恻，突然来一个电话，说几句让人脸红心跳的话。海藻的心总悬在半空中，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不定期的骚扰，有点担心，又有点期待。被人爱的感觉比苦苦追寻要好得多。当然，海藻并没有经历过求而不得的情感。有的女人就是很幸运，不必付出就有收获。小贝也好，
宋思明也罢，给自己带来的永远是多情的爱。亲爱的，吃饭了啊，快点过来，我做了红烧肉了，快点。来了来了来了，吃什么？红烧，哎，快，红烧肉呢？哎，你洗手了吗？没有啊。放下，放下。放下。洗手去，去。嗯。哎，我怎么一步？哎呀，我都掉了。掉了，我掉了。怎么都掉了呢？嗯，快点，别放。干嘛？掉了，我吃了，快点。不的。咋的？我不。前一天，海藻如贵妇般穿梭于某个酒吧会馆，而第二天又一身粗布在厨房里做饭。他觉得自己有爱德华大夫里格里高里派克那样的双重人格。你真好看。让我吻你吧。小贝呢，依旧沉浸在与海藻的两人世界中。他会拉着海藻去逛菜场，或者在家附近乱转。星期日如果有空，两人就去郊外运动野游，穷开心。小贝，我再也不会伤害你了。海藻觉得自己是将身体一会儿泡在火锅的红汤里，一会儿泡在白汤里，在滚烫沸腾的火焰中，眼看着自己像虾一样从透明变成香艳的粉红色。然而人向下的堕落总比向上的攀爬简单。前一段还觉得荡妇的生活很难挨，这一段海藻跟宋思明就已经适应角色的变换了。上厕所怎么老不关门啊？我有幽闭症。快说吧，这一家人没外人。老宋，啊，你过来帮个忙，给我勒一下。就别勒他了，难受不难受啊？你年纪大了不都这样吗？不能跟二十岁的小姑娘。我累，腰什么都没了。女人老了，真伤感。没事的，反正大家一起老，谁都不嫌谁啊。鸟。鸟儿，哦，你会说鸟儿？所有人说鸟儿。嗯，那这个呢？花儿。你会说花儿？对，太厉害了。还有呢？啊，这个是蚁儿。哦，这个不是蚁儿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不说蚁儿，我们说椅子。椅子。但是我们可以说桌儿。桌子。可以说桌儿。桌儿。啊。那这个呢？
先睡了。多久没做了？该做一次了吧？算了吧，睡吧。明天早上我还有事儿呢。睡吧，睡吧。来吧。折腾什么呀？你不累呀？哎呀！怎么？婷婷明天早上要测验，她那卷子我放哪儿去了？你下来，下来。是不是落在办公室了呀？我找找去，你等等。我睡了。孩子，礼拜六陪我去打高尔夫吧。不行啊，我周六得去我姐姐家。好像每个礼拜六你都要去你姐家。我要去那换衣服啊。换衣服？嗯，我要和她换着穿。今天下了班你在办公室等我，我要见你。吃饭，那我们吃什么？西餐。下午我一个朋友打电话说他餐厅进了好多牛肉。不想吃西餐，又是刀又是叉的，麻烦死了，还要注意什么仪态啊、仪表啊，我真的不习惯的。要不咱们吃别的吧？那你说吃什么？我想吃火锅，我想吃好吃的四川的火锅。火锅呢？火锅嘛，火锅嘛。问问。喂，你知道哪儿的火锅好吃？要四川火锅。郭老师，我要问一下，阳痿什么意思？是说一个人不能工作了？退休了？啊，不是退休，是有残疾。啊，残疾人？啊，不是残疾人。
啊，也算是吧。是说他身体的某一个部位有残疾，而且是只有男人才有的残疾。哦，那为什么你很多次说这是阳痿，那是阳痿？中文是分有男女吗？这是男阴。你说的是这是阴痿，那是阴痿。对。Mark， 你吓我一跳。你说的是 because。因为 because。对，我经常跟你说 because because of because this because that，而不是你说的那个。你看你发音不准，闹多大笑话。吓我一跳。Not me, my body very young. 真香哎，就是这个味道。看着很不错啊。宋先生您好。哎，你好。唐老板特地嘱咐说要好好招待您。您跟唐老板是好朋友吧？是啊。他打了好几个电话过来，亲自安排了这些。好，谢谢谢谢。这家店是唐老板最早的一家店，也是口碑最好的一家。我们这儿的鱼冻很有名的。行，那就来一份吧。哎，好，来份鱼冻啊。哎，宋先生，您要不要尝尝我们这儿的豆浆，手工做的，很好的，外面喝不到的呢。啊，你忙你的吧，我看外边生意挺好的。嗨，这天天排队的，哪有不好的呀？让他们候着吧。要不要坐下来一起吃？这，哎，你们吃你们吃，我还有事儿呢。哎，不好意思，不打扰你们啊，你们吃你们吃。快，这不啰嗦吗？来吃吧。你下这儿啊。啊。别过不了。好嘞。猪脑子一定要煮熟啊。嗯。要不然会有绦虫的。那奇了怪了，那女孩子为什么会爱吃这种残忍的东西？老土，就你文明啊！这个多好吃啊！你看。它呢会有豆腐一样的黏滑的，你看。那你是吃它呢，还是想吃豆腐啊？你要想吃豆腐，直接下豆腐。哎呦，像你这种单向思维的人，是体会不到这种复杂的快乐的。哎，我问你，啊，那些抽烟的人，他们为什么喜欢抽烟呢？他们究竟是喜欢烟头飘出的烟，还是喜欢里头的尼古丁？那如果明知道尼古丁有害，那为什么还抽呢？如果仅仅是喜欢烟，那你干脆拿根棍在火上烤一烤，不也出烟吗？所以呀，他们享受的既是烟头漂浮的烟，又是尼古丁的瘾。这就是我的脑花，既要有豆腐的味道，又要有肉香，两者呢缺一不可。至于绦虫嘛，可以忽略不计。我一会儿还有点事儿，你先回去，回头我们再联系。这给你拿上，去买点衣服，别再跟你姐姐一起换着穿了。我喜欢你穿得漂漂亮亮的。你怎么这样啊？你把我当成什么了？我当你是我的女人，我有义务让你过得好，你知道吗？你是我的，我很尊重你。
房子都收拾三个小时了，你那绣花呢吧？啊，大面齐就干净得了，非要弄那么仔细干嘛呀？你要么就别让我干，你要让我干呢，我就是容忍不了这儿的一点点油渍和污垢。哎呦喂，你有那功夫，你能不能把咱们那房间好好收拾收拾啊？外面交给我，除了我，没人会珍惜你的劳动果实。你这个人最大的毛病就是永远把自己和别人的分得清清楚楚的，这扫能谦虚。说什么呢？我那不是心疼你吗？出来出来，这儿交给我。乖了，出来。嗯嗯，回来。嗯，好好干啊！回来了，咱不是要搬新家了吗？而且人那儿有水池，有浴缸的，你还有盆干嘛呀？哎，你打算在人家那儿住一辈子呀？自己办的新房子，这些东西还不是要花钱买啊？而且我女儿来了，这些东西洗洗装装都能派上用场了。哎呦，你把苹果也扔了？那苹果都烂了。哪儿烂了呀？这不是好的吗？行，你吃了不怕拉肚子呀？我不怕，我吃，什么都扔。这来回搬的车钱呢，都可以买个新盆子了。那我这两天坐公共汽车的时候，我就带一些走了啊，不会花你一分钱的。哼，哎，这内裤都有窟窿，这总可以扔了吧？特地留着看然然的路上，在火车上时候穿的，讨厌。那我到地方我就直接扔了，不用再洗了，那么手脏，讨厌。搁这儿了，不许碰了啊！海平啊，你现在最适合的工作啊有两样，一样呢是发掘保护文物，一样呢是捡破烂。任何东西在你眼里啊，那都是值钱的。废话，什么东西不是花钱买的呀？那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扔啊？那你把报纸扔了吧。哎，不是，拿过来，拿过来。报纸可以卖钱，肯定都弄晕了。哎呦，别动，别动。你们想吃什么呀？我又去菜市场买回来做。我想吃。哎呀，咱俩今天太累了，咱们出去吃。行啊，你想吃什么？永和豆浆。好吧，别动别动别动，一大块一大块啊。好了，出来了。行了，走了走了，走。好冷啊，今天风挺大的。是啊，你看你带着破围巾。怎么了？特难看。哎，我要豆浆，你喝什么？豆浆。人家都点豆浆了，拜托哥哥，你能不能换一个呀？好吧，妹妹，那你说哥哥喝什么，哥哥就喝什么。哎，你喝柚子茶吧。好吧，一杯豆浆，一杯柚子茶。豆浆冰的热的，我要冰。冰浆。对，那你说我喝冰的，喝热的？人家都点冰的了，你当然喝热的啦。好，一杯冰豆浆，一杯热的柚子茶。冰热的柚子茶。嗯，完了以后我吃卤肉饭，你呢？棒棒鸡，青菜汤。好，棒棒鸡清淡汤。嗯，多少钱一共？总共41块。好，你找地方坐。嗯、好喝吗？
谢谢。来啦，小猪猪，我们先吃青菜，来吃一口，吃一口维生素，快点。嗯，棒棒鸡啊，嗯。豆浆也好喝，柚子茶也不错。嗯，我吃，嗯。妈，这里这里这里有空位子，他们两个好像快吃完了。不好意思啊，你们慢慢吃，我们不着急的。哎，你说这人怎么这样啊？这说不急，人就那么杵在你面前，还让不让人吃啊？老宋，好久不见啊，好巧啊。那我们吃完了，这个位让给你们吧。啊，不着急，你们慢慢吃。你不是吃饱了吗？走吧，啊。没有啊。嗯。啊。拜拜啊。走啊。谢谢啊。坐呀。谁啊？你认识啊？一个地产公司的策划，以前打过交道。想吃什么？嗨嗨嗨嗨嗨！刚那男的谁啊？见过一两次。见过一两次就叫你海藻啊？太那什么了也。他可能就是跟我老板叫的呗，我老板叫我海藻，他都不知道我姓什么吧？嘿嘿嘿，你回来跟你老板说，让他叫你小郭，海藻更漂亮。我得了吧你，有病啊！走走走走走。小吴，你帮我笑一下。来，哎，大家听好了啊，我们今天晚间啊要加个班啊。哎，郭海平啊，你别急着走，我还有事跟你说，你等一下啊。来，小张。这边是无偿劳动，那边是一个半小时150块，我大脑搭住了才会在这里加班。经理，我那个不知道今天要加班，我老公住院了，我得给他送饭去。哎呦，那这大事儿啊！好，那你先去吧。啊，行，谢谢啊，不好意思啊。哎，郭老师，快看看，这是一个名片，下午别的人给我，每个韩语词我认识，高少明。啊，对呀，耶！我记得你说一个命有一个太阳，一个月亮，一起明天就到了，对不对 ？Mark， 你太棒了。他的眼睛非常大，他说老外认识汉语词，所以我非常开心。这是你的学费，我非常感谢。以前。我曾经怀疑过你，我错了。谢谢。海平接过信封的时候感到很欣慰，为这一天他努力了很长时间，每天晚上都琢磨怎么说马克才会明白，而让语言课不会那么无趣。哦，对了，我听了宋的话，他说我必须搬一个房子，因为在这里外国人很多，他说别的地方本地人很多，所以我可以学习我的口语那边。谁是宋啊？嗯，你不认识？我想你们是朋友，他把你介绍给我。我们的第一课以后，我问他我要换一个老师，他说不不不，郭老师有能力。今天我非常开心，我听他的话。老婆回来了，老婆辛苦。
什么钱呀、啊？是奖金啊，还是挣的外快？你猜。嘿，我老婆厉害，一周三天晚上，快赶得上一个月工资了。我挣得多有什么用啊？要你能挣钱，我心里才踏实呢。啊，这礼拜六咱搬家吧啊。老婆，说老实话，我对那套房子不是很感兴趣，我总觉得住到那儿不踏实，不自在。就是要你不踏实，就是要刺激你，让你出去挣钱。就这样吧啊，礼拜六我把海藻和小贝叫来，我看看啊，这样，估计这些东西我们四个人两趟差不多能搬完吧。我已经七七八八搬了一些过去了，看看这个。你能不能稍微考虑一下我的感受？礼拜六搬家，搬。不行，我周五要出差去无锡呢，我不能过去了。那让小贝去帮你吧。啊，哎，姐，你一会儿有事儿吗？没事，我去看看你，我给你送点东西过去。你就别管了，在家等着我啊，拜拜。小吴，这个陈总要的资料，给他送过去。喂，我的孩子啊。陪我过周末？不行，我周五要出差去无锡。你跟你老婆孩子过吧啊，拜拜。海嫂，这个是我刚做好的报表，帮我看一下。海藻周末要出差啊？是啊，这星期五，他手头的一个项目有了点问题，别人去不熟悉，我以前派别人去过，没解决。他去了住哪儿？江南红宾馆啊，怎么了？啊，为什么？对于这笔钱，海藻没想好怎么处理，因为放在银行里很难不被小贝发现，所以就暂时放在办公室了。本来想着有机会还是还给宋思明，但一想到他带着老婆孩子过周末的样子，海藻就有些报复性地选择了一种最保险的处理方法，尽快花掉。深了，我还为你不能睡，黎明前的心情最深的灰，左右为难的你不知怎样去面对，我能做的只剩沉默体会。爱情是让人沉迷的海洋，孤单的时候想要去逃亡，
转身的一瞬间，你出现在我身旁，你的眼泪让我不敢开口讲。我想大声告诉你，对你的爱深不见底，用力紧紧抓住我们的回忆，屏住呼吸，心跳的频率有一种魔力，它让我们慢慢的靠近。我想大声告诉你，你一直在我世界里，我用力抓住我们的回忆，我若有一天我看到的是你的真的。